帮助那个党主，难过是基本。干，这一定是微微放的。爆！啊，我没有啊。我送全部礼物，我记得可以啊。对啊，以前可以全部礼物啊，很爽的嘞。但是好像不行，爽的嘞，爆！还是他取消了这个？哎，我刚才明明看到一个爆啊。有啊，左下啊，有啊，礼物的左下啊。哦，这个卡片是什么啊？就是你在下一场有很高很高的机会当那个职业。对，所以你想当杀手的话，可以买杀手卡。哦，我没有钱，可恶。他不是有送吗？他没有送啊，我是新手，我没有。我任务有解啊，就是他有一些任务解过。什么任务？哪里有任务？什么东西啊？左下那个表情的下方有个任务。有看到一个恐怖烟火是干嘛的？烟火是干嘛的？烟火。拿来放的，打怪的。他要抽衣服，可是我没有金色的那个啊。买啊，金钱氪金的，少喝饮料啊就可以买。氪金啊，氪金啊。要少喝点就可以买啦。冰山使用小猪魔法二等巨口。哎、欸，怎么看得到、啊？哎、欸，有啊，看得到啊，在哪里？谁进邀请？在那个。为什么会有邀请？我下方的那个蓝绿色的那一个。绿色的。哎、欸，小野猫进来了。小野猫。有个小傻逼联络账号干嘛？啊，打对，刚这我用魔法原来是 General。你看 General 的那个文字屏。夜猫再打一次。对啊。你们可以来。哎、欸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对。我每次都觉得是，我是他没进语，然后他进语音。哇操！怎么了？没事，想操一下而已。我每次看到黏黏的那个棺材，哇塞，他的。说这位是谁？小野猫吧。小野猫。小野猫。小野猫。小野。小野猫。小野猫。哇。小野猫。他的舌头吗？哇，妹妹其实看得到你的钱呢，千万哦，千万，使用吧，按着那个人，然后按使用吧。而且丧尸指数98，他真要刷出来的哦。没有，他真的，你按下面那个排行榜，他还在第13名。他应该是用那个吧，卡牌吧。第三势力的他还在排行榜上，哇，玩很多哎、欸！他僵尸的盈率好高哦，好猛、哦欸！我们都不玩僵尸，其实很好刷、欸，只要有4个角色、4个账号就好了。没事。No， 开吗？第一天咬一个人，第二天咬一个人，第三天僵尸就出来，咬一咬就结束了。对啊。等一下要玩僵尸吗？不要，没有，不够人。僵尸很难赢。僵尸有高几率开场就被毙掉了。那走了。好啊，走吧。好、哦。哎、欸，12点了，可以开车了。哦。开车。哎呦，开起来。哎呦。好。开大车。我开卡车。啊可以去洗澡了吗？你洗很快吗？啊，反正这个狙击手呢，你们浪费了警察一次查人的机会。我觉得，很棒，被救火了。哇！被救火了！叫那么大声！金水，金水，金水！哎、欸，那你乱给就好了。
死了可以讲话吗？好，我去楼下。可恶。他我觉得秀秀有职业，不然他怎么那么惊讶？不收。哇，好可怜，在突兀就这样子，就会有霸凌现场啊！那个被霸凌的都是很甘愿被霸凌的。哇，好猛哦！这个我想想哦，这个要么是西敏狙击啦，要么是西敏，要么是凡凡。我的杀手同伴是猫猫、木瓜和小野猫。哦，凡凡查到了、哦。完了，他们认清张对新手，好可怜哦！不是新手，他是新人。我的，准吧，我金水，帮他弄到金水。我刚刚是看到他那杀手聊天室打双等于，所以我就跟他先讲一下，不要他。不要什么？不要怎样？就不要用双等于。哦。哦，在杀手频道打字哦。对。哦。来了。哎，秀秀，我刚刚厉害吧？我是护士。哇，雨好大哦。你们下很大吗？哎，是谁跳警察吗？怎么都那么准？啊、我觉得应该是。都是推单哦，我的太猛了吧，全都推单嘞、欸。哎、欸，秀秀，有，你刚刚那么惊讶，我就猜到你有职业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是哎？欸、真会，好强哦！还剩一个是谁？刚刚说谁？木瓜，好。木瓜。那警察嘞？木瓜也很常有职业。我很常平民哎、欸。都要杀我、啊，我也很常平民，然后我三步子就要被杀掉。推十七哦，十七哦，那看小龙吗？我觉得十七是狙击。啊，他是不是来不及打，还是不知道怎么打？推十三，是哦，金明，我是平民哦，去死吧！还好先狙掉了，干他先狙我，他完蛋了你。西米拜拜啦！我刚刚狙，但是我推到西米了。刚刚我一个人下来的时候，三四还有十三啊！哇，我是狙啊！哇，去死！木瓜应该是了，嘿，对啊，去死！啊对啊，木瓜现在跳出了，对，哦，没办法，人家打单了，上楼喽，上楼喽，上楼喽，说警察了，才刚下来的说，为什么要杀我？你被救起来，你在那边叫，烂死。还好你被揪起来。来，第一晚你们查谁？我没有狙他。第一晚你们查谁？第一晚查谁？六号，六号。哦，这样不是。妈妈查六，第一晚查六。哦、我以为是我哎，不要浪费票在我身上、啊。石头嘞？我在想，没有，这次完全不查。我已经放弃查了。秀秀那么明显是警察，所以我就不狙。大舌头嘞！哇，我好聪明哦。舌头。舌头哦，大舌头，不要再推珠宝了、哦。你六分钟前就推到现在还没推过，我一回来就。还是你喜欢被推？哎呦哇哦，他想被推。
哇哦，原来哇、哦！不要叫我，压力好大。啊，你到哪里了啦？你怎么那么久啊？快推完了。到脏话，你是说不快被推完了吗？哦哦哦！他快把一个人推完了。哦，好好好，快结束了是吧？对方持久力的吗？我们玩，那表示说你推很久。哇，你有那持久力哦！哎、欸，是来喽，要来做事喽，杀手来喽，吉米啊，干嘛？不是我啦，没有天天中奖的啦。传球，现在没争我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，哎，我想说，就是刚才那一把那个狙呢？干了，谁小？这真的都针对啊！哎、欸，之前蔡大更可怜，他真的都是活不过第一晚。哇，跟第一天的优越一样。他昵称没有改吗？中挂号啊，要中挂号，然后中间的数字啊。他的数字应该是还没出来吧？到哎、欸，因为他们那个不是要他们要去拍马吗？哎妈，应该还有段、啊、要一段时间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有什么？他是40号，对。啊，他没有改他那个第七讲话怎么？哇！哇！木瓜人还没下来。木瓜，嗯，队友是谁？什么谁是谁？你们队友是谁啊？我觉得还是不要讲好了，会怕还是有兔崽子刚好在听台。让我猜，没得狙了。好猛、喔欸、哇！为什么不狙地名啊？不是啦，狙单是刚刚才给的，然后白天就被打死了。不是啊，西敏，西敏跳警察了。狙单也没西敏啊。对啊。可是还有没有跟狙单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狙击是刚刚死掉给的，然后白天马上被票走了。有懂意思吗？哦，明白明白。可是刚刚西米很近，很明显是金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凡，得到你了。哇，这个至少等怪还在针对我嘛，你们开台针对我这样好吗？好啊，当然好啊。完蛋，老狙是不是跳剑啊？老狙跳医生，跳医生？哦，我也是医生啊。跳医生为什么一窝蜂的跑去投小龙？医生还是死掉啊？因为老狙说他是医生啊，所以而且因为。新民跳警察了，所以大家都是听。而且我刚刚是说我推老G啦。7K。啊？哇，怎么会有人卖？怎么会有人这样？没了。卖地。还有一个。而且是第一个。所以是11吗？我们还可以再玩一两场。大舌头，你玩多久啦、啊？再一两场我就要洗澡了、哦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真奇？哎、欸，怎么没救西明？没真呢、啊？没真的吧？没真的，没有啊！刚没有他，刚刚11被扎，找到了啦！找到了。没有啊，我们也说啊，看平民的单，请看2号的单，一开始就给了。就看到刀子从那边飞过来，虽然我是被狙击狙掉的。
谢谢你，我活好久哦。一开，我第一次看到警察一开始跳出来之后，然后活超久。啊，不是啊，我是第二个、啊，小雨，小雨之前也是啊。没有你是跳出来的人，因为你一开始要被平掉。对啊，啊那个爆饼他，我是怎样乱爆怎样？你有什么意见？拘了你啊？有啊，第一个先票你啊。就投资你，跟你说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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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明天又要下来了。啊，每次夸他，我是平民，我也是啊，大家都是啊。嗯？你话是不在？哇，太准了吧！这敢，这一定是熟人才会做的事啊。对啊，这个很熟悉的操作哎。要么木瓜，要么就真的是西敏啊。我觉得应该是木瓜没错了。我每次都推我，然后我就是平民。干，你哪一次推你？你不是说你平民？一次啊。没有，可是我每次都是平民啊，只有一次中三分啊，其他都是平民啊。好多次了。干哪有？哪有？哪没有？哎呦，十七号的。我觉得应该十七先吧，因为十七两个 ，S 也两个，那就死了。大阪再回来。我就说我是护士啊，繁星乱来。我早就死了，我早就下来了。你说你是护士干嘛？第一个先踢我。哦哇哇，这狙击，他一枪一个警察。完胜，好猛哦！他一枪一个，他没有狙单呢、欸。太快了吧！狙击，这狙击啊！你三个警察都你狙掉的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真的是针对啊？你是不是开外挂？没有，你一定是针对而已。对，天，我要跟西敏有心结，你看，再让他火、啊。可是我在想有什么解法？是啊，啊，我的单有四号啊，怎么没有跟着四号的单？因为你单三放前面呐、啊。啊，对啊，第二天怎么不用？第二天他已经开始有十几了，因为阿杯推十，你也有推十，然后就啊两个都有说十啊，当然是给十啊。你闭嘴啦！啊，我好聪明哦。哇，是怎样？有哪里要打架了吗？好像没有啦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买狙击卡。哎，A P 哦，我也要用狙击。在哪里啊？没关系，没有当到狙击手的话，他就会退还给你，会退票。一起用，一起用。好了，一起用。好了，好。我好怕干。怕啥小啊？太小了。我就刚好。闭嘴。这很明显了吧？心姐啊，心姐啊，心姐，他就知道是谁了、啊。这一定是新民的。这就是平民。我管你啊、哦，跟巨单啊。平民就平民、啊。这是巨单，这是巨单。买狙击卡没拿到啊！气死了！啊，白痴哦，狙单就是四，还要跟着投四，干嘛？不会是狙击吗？
哎，他们都死头钱。为什么会跟你的单呢？发现我不知道啊，不懂哎、欸。哇，干就他哦，白目。智障。你是不是活该？啊，对了，我活该了。你是活该？你是不是针对你讲？对，没有。你这只是针对你几场第一个不是狙我。你说才第二把狙而已耶。你说你当几次狙击了？当第二次啊。屁！真的是今天第二次。屁！三、欸，我数到的是三次了。哪有？干哪没有？你搞几次针对了？你是不是想害我们输？你明明知道我就是会投你，啊，你还敢先狙我？你是活该。哦，下一把不了，我也不争你了，拜。杀手没狙，不是玩这个游戏，你针对可以，可是你要看状，你要看状况、我都已经说过我要买狙击卡狙你了，你还狙我，一定是、欸。我也买了。对啊，你针对我，一定针对你啊！你现在狙我的话，我针。